这是在罗兰港看大森花圃，这边是实际上是罗兰港的中心地带，这里面的房子比较的房子的地比较大，每一个房子都有很大的地，可以做一个篮球场或者是半个足球场，而且这里面的植被还是比较那个多的，你看这一盆盆还容易移植的，容易移植到这里。那边是山，看就去看了，看了就是对你的效果的感官了。